OK，现在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飞机啊，看能不能起飞。OK，好，我打开我的遥控器。OK，起飞。Holy crap！哦。Okay, test number two. Ready? Oh, Jesus. Go to different direction. 看上去我们已经成功了，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去测试。Okay,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很清楚。好，这样。Okay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ready? Yeah. Oh my goodness! 为什么？到草丛里面去了。好，let's do one more time. 好像需要 training 一下。Ready? Again，我不简单。我知道他特别敏感，就我动一点点，他就能飞很远。对。Ready？哦。哦。哦，crash。哇，这个很painful。Okay, let's do one more time. Let's go. Don't keep it up. 哈。哇。Oh, that's a bad crash.I think I got a control now. Ah! 好，下面我们开始做测试。接上电源。这是我们的起飞平台。那边是太阳的方向。好，开始。Are you ready? Yeah?Ready? Go. Yeah, goggles, 看感觉怎么样？我不戴眼镜试试看。Ready?去哪了？掉哪去了？我们这次看能飞多高啊？好，我们这次往高了飞啊。Ready？哇！
开始有点感觉了。这次我们干嘛呢？这次我们再继续扛出啊，这次到摄像机里面。That's good. Yeah, oh, oh. Whoa, come on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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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Too much, too much. Too much, too much, too much. Oh.幸好我控制，不然就撞到你了。下次要找个风不大的时候来试一下，今天风太大了啊。 My dragon too hard to fly。 风好大。Okay, I think I got a little bit of control.Yeah, see. Landing. Okay, I'll try. Oh, 差一点点就 landing 了。感觉没劲了，要没电了。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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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Yeah, it's not too bad. I'm getting better. 好，今天我们完成了这个测试啊，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。在控制的时候啊，需要有一些那个训练的过程。控制的时候不用太到极限，这样的话很难把它挽回来。然后呢，尽量找一个软的地方，比如说草坪啊之类的。这个眼镜呢，这个 goggles 呢，好像对飞起来效果并不是很好，因为那个眼镜下对于前后的这个视觉效果太差了，所以你就不知道这飞机飞哪去了，万一飞到外面的公路上，或者砸到别人的窗户不太好。总的来说呢，还是比较成功的。那我们需要再多做几次训练。那今天这个风啊也比较大，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出来，所以当它悬浮的时候啊，它总是会被风吹走，那么你就需要把它调过来，调整过来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那么我的这个系列无人机的系列视频呢，到此就结束了。我们之后还会做其他的一些专题和系列，希望大家关注，谢谢。我是澳洲大卫，拜拜。Please subscribe button, okay? Just click the subscribe button, okay? Thank you, everybody. Good stuff.